林宥嘉激情一夜谈婚礼，让女生感动幸福。不觉不觉 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love 开始发觉不一样了，全不一样了。29岁林宥嘉昨晚在脸书求婚丁文琪，准备好我的膝盖，还有藏在我口袋里早已买下的戒指，请你嫁给我。随后抛出拥抱照，他说好。丁文琪也秀出求婚戒，原来被求婚结婚是这样的，连爱着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一起感觉到幸福快乐了，恭喜恭喜嘿！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两人结婚进度。那接下来的期表，因为其实今年就是真的是会非常的忙碌，所以应该就是明年再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的完成。结婚啊什么的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就是，对女生来说就是一辈子重要的事情嘛，所以当然就是全力以让女生觉得感动幸福作为我的标准，这样子就跟大家差不多报到这边完毕，那见了。